没钱，那再怎么说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我需要你来救我。这功夫，一百两，我真没钱。没钱？等等等，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 雪月城，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百两银子。 自然不在话下，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。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！ 500两，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 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，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 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 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，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